今天要做的是笔筒，需要的材料有纸盒和胶水，还有剪刀跟笔和漂亮的装饰品，还有漂亮的纸。首先，第一个步骤，先把笔筒大小依铅笔的长度裁剪出来。二，把剪好的笔筒用漂亮的纸覆盖在外面。可以把多余的剪掉。再把它粘好。就会变成一个漂亮的笔筒，再粘上一点装饰品，就会变成一个漂亮又实用的笔筒了。